人办完了边防证要去吃饭了，白鹿的边防证要去机场办。白鹿真可怜，我的妈妈爸爸在看树呢，好大的葡萄。拉面，然后我在自拍中。为什么你说拉面呢？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不只有拉面，对不对？秀贤旅饭店，马拉面，这个三江源拉面不是新疆。啊，这是结婚照拍摄的地方。小心车啊，小心车！土鸡雅座，这什么东西 ？KTV 吗？嗯，不是。他去马哈古里，哈马古里，哈马古。如何在新疆吃饭不被不踩坑，不被坑死？我靠，运气吗？这个鸽子，我妈，他妈不能吃鸽子。好香。他们烤啥呢？都是鸽子。这么多，这么热，有人从四川开车开到新疆喀什，真是够牛逼的。咖啡。打字面音响大盘鸡，吃大盘鸡。哇，这条街好长啊。那个警察说他这个地方本地人都不爱吃，所以我觉得吧，这个地方如果本地人不吃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吃。这边白鹿吃啥？怎么这么长啊？串儿。这个很有名，叫刨冰，卡瓦斯。吃羊串吧，这是在烤什么呢？天哪，快别，我看一下那边是啥。那有餐厅，美食厅是吗？我看这个美食餐厅，哇，黑暗霸王美食。看这个楼，别的有关系吗？这么多店，